我想陪你看完流星再走。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可爱了呢？真的吗？恋却已经无法停止，连呼吸都热到面不为止。我们的故事。安心，是你吗？我是雨果。雨果，你在哪里啊？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你。我出国了一段时间。雨果，你过得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想跟你见一面，你可以过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安心在哪？叫他过来。